二零一二年的一天深夜，一名戴着面具的劫匪闯入纽约的一栋豪华别墅，持枪挟持了住在这里的一对夫妇。在将别墅内的财物洗劫一空后，劫匪毫不犹豫地开枪射杀了夫妇二人。直到第二天早上，两人的尸体才被前来上班的女佣发现。在接到女佣的报警电话后，纽约警局资深警探雷警官以及特别刑侦顾问夏洛克·福尔摩斯立即赶到现场。 两人刚走进别墅，就觉得眼前的场景似曾相识。原来，在十三年前的一九九九年，纽约地区就发生过三起类似的入室抢劫杀人案。三起案件的受害人都是住在高档别墅的有钱夫妇。劫匪杀人之前，除了用麻绳反绑住受害人的双手外，还用皮带将枕头捆扎在他们的头上，以防止他们挣扎呼救。此次案件的两名受害人死状与十三年前的三起案件如出一辙。 问题是，十三年前的案件早就了结。警方当时在第三起命案现场找到了沾有凶手指纹的马克杯碎片，并据此捕获了一个名叫韦德的犯罪嫌疑人。韦德在接受审讯时承认自己就是制造三起案件的真凶，最终被判终身监禁，目前正在监狱服刑。巧合的是，一九九九年的三起案件都是由雷警官负责侦办。案件告破之后，他还因此升了职。 直到今时今日，雷警官仍然十分确定韦德就是当年的真凶。既然如此，那么刚刚发生的这起案件，应该就是有人在模仿作案。不过夏洛克却觉得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他在查看十三年前的案件资料时，发现了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那就是三起命案现场的鞋柜里都少了一只高跟鞋。夏洛克怀疑是凶手将高跟鞋拿走当成了战利品。 如今只要确认此次命案现场女主人有没有丢失高跟鞋，应该就能基本认定是不是模仿作案。没想到，当夏洛克打开鞋柜时，果然发现里面少了一只高跟鞋。如果是模仿作案，凶手不太可能知道这个连警方都有可能忽略的细节。假如不是模仿作案的话，那么就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韦德只是当年的凶手之一，他还有一名同伙，此次的案件就是韦德的同伙所为。 第二，警方当年抓错了人，韦德根本不是十三年前三起命案的真凶。基于这个推测，夏洛克建议雷警官立即对韦德重新审讯，结果遭到了雷警官的断然拒绝。雷警官坚信自己当年侦办的是一桩铁案，在他看来，如果重新审讯韦德，韦德肯定会借坡下驴，谎称自己不是凶手，或是随意编造一名同伙，意图借此换取减刑的机会。这样一来，警方的调查反而会受到干扰。 就在夏洛克和雷警官因意见相左发生争论时，一名勘查现场的警员在受害人的家用电脑里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最近一段时间，受害人夫妇收到过同一邮箱发来的多封匿名恐吓邮件。根据 IP 地址，警方很快锁定了发件人，此人名叫老胡，是一名装修工人。不久之前，受害人夫妇曾雇佣老胡改装自家厨房，后来因老胡在工作中马虎敷衍。 夫妇俩便将其解雇，并拒绝支付工钱。此外，这个老胡有非法持枪和性侵女性的前科，因而对方是有可能出于报复，持枪闯入别墅，杀害了受害人夫妇，并抢走了屋内的财物。雷警官和夏洛克在得知这一线索后，立即带人赶到老胡家中。老胡在面对两人的盘问时，承认自己给受害人夫妇发送过恐吓邮件，但他坚称没有入室抢劫杀人。案发当晚，他整晚都在家里睡觉。 根本就没出过门。夏洛克敏锐的注意到，老胡在说话的时候，眼神总是下意识的瞟向地板。地板下方一般都是地下室，难道老胡的地下室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想到这里，夏洛克借着上厕所的机会，偷偷找到了老胡家地下室的入口。当他走进地下室时，隐约听到一只靠墙而立的铁柜后面传出呜呜咽咽的声音。夏洛克赶忙上前挪开铁柜，看到后面藏着一扇上锁的木门。 听到动静的雷警官等人，这时也赶来地下室。夏洛克来不及解释，直接抄起旁边的一把扳手砸开了木门。结果在门后的密室里，发现了一名四肢被锁的女子。在将这名女子解救之后，夏洛克和雷警官从其口中得知，她是一名被老胡长期囚禁、满足兽欲的应召女郎。警方随即以非法拘禁和侵犯罪将老胡拘捕。不过，应召女郎同时也为老胡提供了入室抢劫杀人案的不在场证明。 根据他的证词，老胡在案发当晚发泄完兽欲后，整晚都和他一起睡在密室里，没有出过门。在排除老胡的杀人嫌疑后，夏洛克思来想去，仍然觉得此次的案件跟十三年前的三起案件存在关联。他随后来到警局检验室，将法医从两名死者身上取出的子弹与十三年前从几名受害人身上取出的子弹做了比对，结果发现这些子弹的表面都有几道相同的划痕。 看上去是发射手枪的枪管或膛线的缺陷造成。根据韦德当年的供词，他将杀人时使用的手枪扔进了一处河中，而警方后来在指定河里并未打捞出这把手枪。由此看来，此次凶手使用的凶器跟十三年前案件的凶器都是同一把手枪。夏洛克立即将自己的这一重大发现同步给了雷警官。铁证面前，雷警官也不得不相信现在的案件跟十三年前的案件存在莫大的关联。 于是他带着夏洛克来到监狱，见到了关押在这里的韦德。面对两人的盘问，韦德果然完全推翻了此前的供词。他声称，十三年前的三起案件发生时，自己都和情人卡拉待在一起，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但是卡拉是个有夫之妇，对方担心站出来作证会被丈夫发现自己的私情，所以就没有给韦德提供不在场证明。而韦德最终认下罪行，也是被自己的法律援助律师给骗了。 这名律师因不想在这起案件上花费太多时间，便向韦德谎称，只要他主动认罪，就能争取到最好的判决结果。韦德当时不仅是个法盲，还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因而他轻信了律师的话，认下了不属于自己的罪行，结果被判处终身监禁。至于警方在第三起案发现场找到的沾有指纹的马克杯。 韦德认为是警方为了给他定罪故意伪造的证据，可是雷警官作为当年侦办案件的主要警员，坚称警方没有伪造过证据。此时的夏洛克已经对雷警官的话起了疑心。雷警官从一开始就试图阻止他将此次案件与十三年前的案件联系在一起。夏洛克因此怀疑当年雷警官破案心切，很可能伪造证据将韦德送进了监狱。毕竟那起案件之后，雷警官就顺利升职。 不过，夏洛克没有将自己的这个想法说出口，而是在结束对韦德的盘问后，强烈要求去见见韦德的情妇卡拉，以核实韦德的不在场证明。雷警官只得带着他又来到了卡拉的家中。不料，卡拉家里只有一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小伙，此人名叫卡仔，是卡拉的儿子。卡仔声称自己的母亲已在四年前去世，父亲则在外地上班。 夏洛克和雷警官只得无功而返。更糟糕的是，当年给韦德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也于两年前死于一场车祸。由于韦德案件的两名关键证人都已离世，眼见调查就要陷入僵局，脾气急躁的夏洛克干脆直接质问雷警官：“当年在侦办案件时，有没有为了升职而制造伪证？”对于夏洛克这种严重的指控，雷警官自然矢口否认，他依然坚称自己绝没有冤枉好人。 韦德就是十三年前三起案件的真凶。据雷警官回忆，韦德在前几次接受审讯时始终保持沉默，而且脸上时常挂着得意之色，仿佛笃定警方找不到指控他的罪证。直到警方在第三起命案现场发现了沾有他的指纹的马克杯碎片，韦德在无可抵赖的情况下，才被迫承认了罪行。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雷警官还向夏洛克提供了当年审讯韦德的全部录像。 夏洛克将这些录像带回家中，仔细观看了一遍，结果有了重大发现。在其中一场审讯中，雷警官曾给韦德端过一杯咖啡，咖啡是用一只黑色的马克杯盛放，而警方后来在第三起命案现场找到的沾有指纹的马克杯碎片也是黑色。这样看来，所谓的证据却有可能是警方伪造。问题是，如果是雷警官伪造证据，他又怎么会主动将审讯韦德的全部录像提供给夏洛克观看呢？ 第二天一大早，夏洛克就带着疑问来到雷警官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地将自己的发现如实相告，并质问对方究竟有没有伪造证据。没想到雷警官没有理会夏洛克的质疑，而是随便找了个借口将其轰出了办公室。夏洛克离开后，雷警官马上在外面约见了自己十三年前的女搭档森雅警官。森雅在韦德案告破后，也受到了表彰和嘉奖。雷警官刚才听完夏洛克同步的线索后。 马上就怀疑是森雅为了破案伪造了证据。面对雷警官的质问，森雅承认确实是自己打碎沾有韦德指纹的马克杯，然后将碎片偷偷放在了第三起命案的现场。因为当年警方已经基本确认韦德就是真凶，但是又找不到切实的证据指控对方，森雅在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成功将韦德这个杂碎送进了监狱。森雅威胁雷警官，永远不要将此事曝光，否则他本人也难辞其咎。 雷警官对森雅的行为和言语倍感失望，他坚定地表示，如果韦德真的没有杀人，自己一定会将真相公之于众，并承担所有的罪责。就在雷警官和森雅说话的当口，纽约地区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持枪入室抢劫杀人案。雷警官在接到消息后，马上结束了与森雅的谈话，而后叫上夏洛克，与其一同赶到了凶案现场。从作案手法和子弹上的划痕来看， 此案和上一起案件的凶手系同一个人，不过这起案件的受害人总共有三个，除了屋主夫妇外，还有一名拜访屋主的男客人也惨遭杀害。从男客人倒地的位置和现场痕迹可以推断，凶手在杀完屋主夫妇后，还没来得及离开现场，结果刚好被这名刚进门的倒霉男客人撞见。男客人见有歹徒行凶，本想转身逃命，但最终被距离其七八米开外的凶手开枪射杀，死在了屋主家的门口。 此外，据周围的邻居回忆，案发之前曾有一名可疑男子长时间站在受害人别墅的对面街角，一边抽烟，一边窥视着受害人的别墅，像是在踩点。只是由于距离比较远，邻居们并没有看清楚这名可疑男子的容貌。警方根据这个目击证词，很快在可疑男子站立的街角处捡到了几根烟头，应该就是嫌疑人丢弃。 通过从烟头上提取到的 DNA 与警局 DNA 数据库比对的结果，警方锁定了一个名叫大卫的男子。大卫是一个黑道混混，有过入室盗窃和故意伤人的前科。不仅如此，这个大卫还是一九九九年三起案件的嫌疑人之一。更加可疑的是，大卫在十三年前因故意伤人罪被捕入狱，在他坐牢期间，纽约地区就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入室抢劫杀人案。直到不久前，大卫刑满释放。 此类案件才再度出现。直到此刻，雷警官终于意识到自己当年可能抓错了人，真凶并非韦德，而是大卫。情绪复杂的雷警官随即来到大卫家中，将其带回警局盘问。同行的夏洛克还在大卫家的地板夹缝里搜到了一把手枪。经过检测，这把手枪正是这起跨越十三年的连环入室抢劫杀人案的凶器。可是，大卫在受审时坚称自己没有杀过人，也没有去过街角踩点。 更不清楚是谁将手枪藏在了自己家中。尽管案情已经基本明朗，所有证据都指向了大卫，但夏洛克还是从警方从街角捡来的几根烟头上发现了疑点。从这几根烟头的形状来看，明显是被人在烟灰缸里碾灭。如果大卫是在街边抽完烟丢弃烟头，应该是用脚将之踩灭才对。此外，夏洛克还注意到，大卫的右眼在一次与人斗殴的过程中受伤，几乎处于失明状态。 而只有一只眼睛的人，立体视觉会严重减弱，很难用枪远距离精准命中目标。在最近一起案件中，那名想要转身逃跑的倒霉男客人是被距离其七八米开外的凶手一枪毙命。如果是大卫行凶，以他的视力状况，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夏洛克由此怀疑，大卫可能是遭人栽赃嫁祸，而凶手这么做的目的，或许是想要洗清韦德的作案嫌疑。果不其然。 正在监狱服刑的韦德，在最后一起案件发生后，很快联系上多家媒体，宣称自己当年是遭到警方诬陷，不明不白的做了十三年牢。经过媒体的报道发酵，韦德含冤入狱的新闻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夏洛克推测，韦德应该有一名同伙，正是此人制造了最近两起凶案，并打算通过嫁祸他人和引导舆论的方式，协助韦德脱罪。 为了揪出这个人，夏洛克详细查询了韦德的人际关系和监狱探访记录。出人意料的是，这个韦德是一个光的不能再光的光棍，这些年来从未有人探望过他，也没有人与他有过书信和电话往来。那么，究竟是谁在协助韦德脱罪呢？就在案件的调查陷入僵局之际，夏洛克从韦德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里受到了重大启发。韦德在受访中引经据典，出口成章。 将自己描述的比纽约中央公园强奸案中的五名黑人少年还要冤。夏洛克记得非常清楚，这个韦德在入狱之前是个文盲加法盲。看来这货服刑期间不仅学会了识字，还读了不少书，已经从目不识丁的文盲进化成了英语达人。根据这条线索，夏洛克查看了韦德服刑期间的活动记录，结果发现这家伙经常泡在监狱的图书馆里。监狱方面为了促进囚犯们改过迁善。 也会长期邀请一些志愿者在图书馆里教他们读书写字。在监狱方留存的照片中，夏洛克找到了一张韦德和一名年轻男子的合影，两人都有着一双相似的蓝色眼眸。这名男子居然是与夏洛克有过一面之缘的卡仔，也就是韦德情妇卡拉的儿子。看着这张照片，夏洛克终于想通了整个案件的真相。随后，他找到卡仔。 当面说出了自己的推理。夏洛克认为卡仔并不是卡拉与丈夫的孩子，而是卡拉与韦德偷情生下的私生子。为了能让亲生父亲脱罪，卡仔模仿韦德当年的作案手法，制造了最近的两起入室杀人案。面对夏洛克的指控，卡仔原本还想狡辩，但夏洛克攻心为上，他告诉卡仔，想要证明其与韦德的父子关系，只要进行一次 DNA 亲子鉴定即可。 而在夏洛克看来，韦德实际上并没有将卡仔当成亲生儿子，否则他怎么会为了自己脱罪，让自己的儿子去杀人呢？换句话说，卡仔为了救出父亲，能够不惜一切，韦德却只将他当成了一个工具人，对他根本就没有丝毫的爱意。听完夏洛克的分析，卡仔立时破防，向其坦白了一切。原来他是从已故母亲卡拉留下的日记中得知自己的生父是韦德。 刚开始时，卡仔只是好奇父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于是就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了韦德服刑的监狱。或许是血脉相连的原因，又或许是出于强烈的心理暗示，卡仔在长期与韦德的接触中，渐渐对他产生了感情，并主动与其相认。韦德在得知卡仔的身份后，很快想出了一个让自己脱罪的计划。涉世未深的卡仔，为了能让父亲走出监狱， 最终，在他的怂恿下，射杀了五名无辜之人。坦白完罪行后，卡仔将韦德当成战利品的那几只从受害人家中拿来的高跟鞋交给了夏洛克。有了这些证据和卡仔的证词，韦德恐怕这辈子都休想离开监狱。而犯下谋杀重罪的卡仔和伪造证据的森雅警官，也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本期的故事来自高分推理神剧《福尔摩斯基本演绎法》中的经典案件《脱身之道》。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讲解了这套剧中的五个案件，大多都是既短小精悍又一波三折的故事。对此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悬疑 movie 主页相关专辑中查看。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吧，别忘了三连鼓励，我们下期见。